平安出行。老大，直接去给家交罚款了啊！老大哥，处理完了，赶紧给我走了，干啥？喊你要个钱收回去了，哥。我就奇怪了，你平安觉得什么事情都可以拿钱解决啊？哎，我要打你一台，我收点钱给你，你哥干。我说你怎么经常讲点话这个事？你这个天下虽然为太呢？啊！我告诉你，你们这种警察我见得多了啊。我也是有来头的，噶，只是我很低调，不想让你两个讲。哎呀，这车子怎么还叫低调啊？你要再高调点，你穿个天上了，你说一口子啊你！我跟你说，不管你有哪关系，不管你有多少钱，跟我一酒钱关系没得，你现在就是好好配合我们工作，谨慎处理。是啦，我难道违法了，谨慎处理？但是你个难道？你刚刚都发这么一打我了嘛，耽误了我多大的事情？你呀，根本负不起这个责任。我只认得你这个车开得太快了。大哥，这个叫开得快个，我那个已经是龟师傅了。你开得不快，你是飞得太低了。你那个车喝的也不是汽油，喝的是二锅头。你不是开车，你是在玩命。你不应该叫司机呀、你应该叫马路杀手。哎，等等等等等，你两个讲啥子呀？啊？照你们这么讲嘛，哦，直接我讲成杀人犯的了，真的。差不多了嘛。啊，是啊，我认得呢，哥子，反正我昨天逮住了，让你再罚款嘛，就是罚的钱噻。那我直接再加罚给你，够够了。我呢，拿个当爱心捐赠，不要了，给你们。哎，我说你这个儿子救急灾民，可是有钱了不起了，有钱就可以拿着别人生命开玩笑。你要是我儿子，我给你脚都打断掉。哎呀，哎，你说哪个是你儿子？你真的是了，小心我告你妈了，你个，你还可以告我打你？来嘛，真的是了，我还怕你了，哎，不服气你来嘛，来打我嘛，你想要打我疼死了。请进。哎，张少爷。哎呦，整这个人啊，真的是生气起来，他家脸像铁板一样那叫。哎呀，我觉得他啊就是个炮渣，一点就煮。有的时候他甚至是不点就煮，自然爆。你还是多劝劝他，可是吧？我一罚了嘛，你就依罚惩罚就可以了嘛，何必把事情转成自找？你是他的老同学，你还不了解他的脾气噶？啊，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，这副人都会劝得了？你看嘛，哥。本来是对方违法，他是没得道理了，可是现在倒反就投诉他打人，你说这个事情。哎呀，不过嘛，这个事情也难怪了。啊，哥人，你说嘛，开个好车会做个嘛？哎呀，你是都认气啊！你该不会是怕个人的背景吧？算了，这件事交给我亲自处理嘛，算了。你说我怕？你说我怕哪呀？我告诉你，我就是怕要简单的事情整复杂掉。怕得罪人吗？就不要当交警了。你哪意思啊？我怕哪得罪人。哎呀，有时候了嘛，我还是有点欣赏郑子那个脾气。你妈拉的，我接不进好。我来个过客欣赏。我听到这个声音嘛，怕是又吵起来了。哎，有警察当然，你不要管。警察当然，我好不要打架，不要打架。你少来哈。哎，咋个了？我就打他了，这个没打没打，我给拉开了，未遂，他是未遂。哎，你拉我着呢，打不了就上警服，不干了，我这没事还打了。我告诉你个，手机上我拍着视频了，你没威胁我，我就要投诉你。你拿来啥呢？你我就好了好了，冷静冷静，老蔡，这件事情交给我处理，干的。哎呀，简直是在我的办公室喝的两场啊！姐姐，哎呀，你这人是几种脾气，真的是，我就要投诉他了。好好，你投诉，你冷静，你投诉扣我办公室，我说。哎，副队，你这是要干啥？人家有投诉的权利。对我们交警有什么意见，你尽管提。我要投诉那个姓郑的队长。哦，你个什么队长？你可管得了他？你很有组织观念嘛。我不管人，我以理服人。啊，讲理个啥？对，可以。我是违法了，但是可以过两天再处理呢。非要今天我整得来指点你，看这耽误了我多大的事情。我们交警耽误你多大的事啊？终身大事。那么严重？站在那里花落十三了，比我车抢的你朋友。妹妹，你和日本人抢你朋友，你还有民族气节吗？
哇，那是白人呀，华人是啥了？我们在那里飙车啊，抢你朋友，输的，你朋友都要输干净的。哎呦，真的是奇葩啊，都大活人。那这个姑娘喜欢你们两个哪一个呢？两个都喜欢。两个都喜欢，这种姑娘还有个男争抢？哈，漂亮噻！听了你讲，我今天和华楼是咋了飙车啊？飙的呢？本来我是胜券在握呢，啊，结果就坐他两个赌家来的，多好的事情一下就搅糊的了。你超速行驶，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，糊了也是炸糊。关键是面子问题啊，你个懂面子问题啊？你看看，出来飙车坐你们警察逮的，好逮的都不说了，我还没说的。你看看，我在我朋友面前遭个坏，我你朋友面前我说哪样，在那个花楼十三那面前，我遭个坏，你喊我遭个在朋友圈里面遭。哦，哎，你那个朋友为什么要叫个花楼十三拿呢？是个得来不得，他曾经在北京用了十三分钟绕了阿华一圈。那个还打交警，而且网上很有名呢，真的是孤陋寡闻呀。我知道的，我只是找你核实一下。既然如此，麻烦你打个电话请他来一转。喊他来啊？喊他来真的？喊他来看看我现在什么惨样个？喊他来交警队自首。自首？你就是传说中的李闯王葛洪？你咋个认得呢？我查了你那辆车，一个月之内连锁几十次闯红灯，厉害啊！正好今天我们新站旧站一起结个账。那你认得？不为那呀，嘎闯红灯。哦，认不得，只是正常人一般不会下这种干。你认得？我爹是哪个？这种事情怕要回去问问你爹妈吗？说出来，吓死你！哦，你爹是李刚，你哦哦，搞阴险的，狠毒，知道？还小李插刀，你个谁？我今天就让你长琵琶的。我信，你可以走了，我们不留你了，请。好，有种，哎，我等等。这副队他现在肯定四处打电话托人情了，咋办呢？俩吧，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。看什么事？张嘴。啊，是是是，是有这么一回事情。啊？什么？他爹是哪个？哦，哎呀，这种事啊，闹大的怕是不好收场啊。好的好的，我会慎重考虑的。好好好的。嗯，请进。真的不要先看了一点烂摆吗？是烂摆啊，是烂摆不堪哦。喂，我跟郑子还在夸你呢，说你做事有原则，有还有智慧。哎呀，我就觉得这个伙子是有点难来的，你看嘛，这个电话就一直没停过，我耳朵都听出老茧来了，讲来讲去无非就是一个意思，多发车不要扣分。多发车不要扣分，这个可能吗？一个月闯红灯三十回，每天相当于是闯红灯一回，上十回休息班都是骗你的那了。真的啊？这你爹是哪个？李刚。那呀？不是啊，反正啊，人家是管得着我们桃山的人。真的啊，你是要认怂啊？怂子咋个写啊？我来接。喂，你好，你扫呼叫的用户已关机。你要说马在服务区啊？直接说关机不是更直接了的啊？那这个说亲的电话就不会再打进来了吗？是了是了是了，哎呀，就摆在你那点，等下有哪个电话你就照着这么宅。你好，你扫呼叫的用户已关机。是支队长的电话。啊！哎呦，娘娘哦，那你们先看一眼，看清楚，这里面在宅吗？万一是工作咋个办嘛？哎呀，那是。
哎呀，你跟他表在整这种铲子软软绕的事情啊，你迟早都要面对的嘛，对不对？那你说咋个整嘛？那你哥先处理他们？当然先。那但是凡事还是要先周全一点噻。这个事情时间拖你越久，说清的人就会越多，你等哪所有的人都得罪惯了再处理的呀。喂，王秘书干，你好，我是傅军。麻烦你转告首长，他儿子外号李闯王，一个月之内连续闯了几十次红灯，而且还在公路上赛车赢姑娘。我说，如果这种事情万一以后要再出点什么事故，可能又要批评我们，说我们没有处理，没有管，可是啊，哎呀。他二舅要停我们的水，只要他不停我们的氧气，我们就要依法处罚。你在这个时候是最帅的。哼，我一如既往都帅呢。来了，你的饭吃吧。哼，我才不吃呢，这个是给人吃呢，该。当然是给人吃的了，狗还不爱吃呢。我告诉你，我要吃牛排，还要排到红酒吃。当我们这是西餐厅呢，还牛排红酒的？哎，这种子，我出去了，你两个跑腿啊，买三份，我们一人一份，怎么样？我们没这义务，就这盒饭10块钱一份，爱吃不吃。问的你。我来按你说明一下情况，哥，按你求情的那些电话，我通通的拿回去了，哥。所以呢，你还是安安心心的在这里接受处罚。好，另外还有就是有一个叫刘冉冉的姑娘来找你。冉冉的，我女朋友啊。哦，就是你打赌那个姑娘啊，她把你的行驶证和驾驶证一起送的来了。哥子，她在哪里？她在哪里？我家那个在这，所以我把他的驾驶证和行驶证藏起来了。听说今天他要在你们这边接受处理，所以把他带过来了。你看他那这个行驶证、驾驶证全部藏起来的，他咋个开车？我不想让他给公路上赛车，太危险了。听你这个意思，你还是喜欢他的嘛？当然。我还喜欢他的钱。你喜欢他的钱？你眼睛瞪那个大，那看到我真难啊！钱又难不好呢。我的意思是，就算是你喜欢他的钱，也不能这种明目张胆的讲嘛。有难不能讲呢？装哪样装？装来装去那个有意思？难道你没听人家讲哎？宁愿坐在宝马上哭，也不要在单车上笑。钱才是最靠谱呢，最起码钱。他不会背叛我。没有，太精辟了。我说你陈西庄的人，你中毒个啥？哥爷们，他说了我想说，但是又不敢说的话。哥爷们，哥爷们，你我脑子跑偏了。我跟焦导演说话，好好的教育你哈。啊，你应该摆正你的这个爱情观。哎，这个和交通安全有哪关系啊？你两个继续打情骂俏呢。我走了。哎，什么叫打情骂俏？我是他领导。这种，你帮我们个忙，跟你这个男朋友做好思想工作，给他。他超速有交警管，他犯法有刑警管，连他妈都管不了他，何况是我呢？你看我的这个驾驶证、行驶证藏起来的嘛，你还要我假一声的嘛？害得我今天骑的车出来撞的两个土贼堵着，还叫我不正驾驶。是嘛？本来了嘛，我今天赢那个环路十三了，我是非常有信心的。结果这交警堵下来的，哈，堵下来，你看看，就站在这的。
你的驾驶证，你的行车证，还给你。你在哪？你没走嘛？我今天要站着闯了30多个红灯，都是为了你啊！你闯红灯和我有哪关系啊？你。万隆十三啊，你来这呢？我来领我的战利品嘛。李三妹，你说，他要我打赌赌输不得，哎，你输给了我，现在你是我的女人了。你这行不行啊？李三，你是男人，愿赌服输噶。李三，他说那个是真的。你，哎呀，是真的，但是了嘛，我一切都是为了你啊，干的。你要是为了我和他斗，你蹲监狱了我等你，你受伤了我照顾你，你死了我永远怀念你，但是你把我当一个物品一样的和他赌，我在你心里到底算哪样？都是因为我爱你啊。爱我？你说爱我可比骂人顺畅多了。行了行了哥，既然愿赌服输，你输给我了，那他就是我的女人了，不要挨他纠缠不清了。不是，等一下，今天我是因为有做交警赌下来了，所以我不服，我要跟你再赌一局。哪样闯啊？你打我干，输了不赖说。你输了为啥不把你妹让给他呢？我瞧不着他妹了，我就瞧着你。但是我看不上你。怕由不得你吧？不行，我两个今天咋个都要再赌一局。赌你妹！你要是个男人的话，就有点担当，先把你今天事情处理完。哎呀，你是在整哪呀？都是你的东西。啊，我呢？全部都是你的东西。真的？还给你，我们分手了。这个突然就分手了，你。哎，你不是爱车的吗？车么我有的嘛。你还有你妈妈。我当一个赌注了，我还爱你哪样？我还在闹得完呢，我真的现在闹得完呢。你想想，我做个舍得把你送给他嘛？你两个爱玩，你两个爱打赌，你两个玩，我不奉陪了。本来以为你们两个一表人才，没想到你两个都是人渣。哎，真的，真的，真的，想跑干，跑不成是不？哎呦，黄刘十三了，是啊。哎呀，我们找你和你都怪不好久了，走不了的是你，把你以前的违法处理了才能走。哦，啊，张大队长啊，你好，这个是我的驾照，还有行车证啊。哟，心甘情愿来接受处罚的。哎，没得办法，你还有该保密，啥教训啊？哼，我爱情方面我不管，是吧？是呢。反正男人要有担当，是吧？那么能惹祸，能砍死，我接受你们所有的处罚。哎，按照你这个情况，你这个驾驶证要被吊销，还要接受我们的处罚，是吧？然后两年以后再重新学习再考。哦，那只有接受了嘛？不管，我照单全收，是吧？这回你不打电话到这个办救兵了啊？没。电话都被你拒绝的了嘛，所以说你真的是，狡猾还小利才多，个啥？哦，形容的不对不对，应该换个词，个啥？换个那个。哟，别想了，我觉得形容的还是比较到位。哎，你可以加话，你别来哈。不好意思，总之呢，这一次感谢两位给了我这个机会，学会了打打了，是吧？谢谢谢谢。哎呀，你要是早点有这种态度嘛，就不需要我和马世干的到处得罪人，你这不就是迟来呢？道歉啊！哎呀，是了，不好意思，哥，谢谢两位，谢谢谢谢啊。哎，我还想问你一件事情啊，你爹究竟是谁呀？我爹其实压他们走。哎呦，就不要谦虚了吧？真的。我今天早上刚刚接中的电话，他破产了。哎，算了，不讲了。哎呦，我就说他咋会突然变得那么乖啊？哎呀，用一句大小的流行语来说，就是孬作孬蛋啊。哎，不作死就不会死了。